他们是唱 live 的，对，唱跳多难啊！ Musa 韩文竟然可以唱这么好，真的很厉害，让我吓一跳。你趴下去，屁股在那里扭，这个是。对不起，炸气爸爸。我们炸，我们家规定哦是不可以太。可以。直接被篡位，宪哥生日趴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宪哥，到了九月了，大家有没有想到他们是唱 live 的？对，唱跳多难啊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，很大的力气，基本上应该不会有空间，是毛起来跳的，而且那么短的时间把这个歌就练起来，我吓了一跳 ，Musa。韩文竟然可以唱这么好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有兴趣的东西学的比较快。对啊，刚我吓一跳，你趴下去，屁股在那里扭，这个是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炸气爸爸。对，我们炸。我们家规定哦是不可以太。不可以炸。我今天有穿，就是大家都穿这样，我穿长袖。你哦。对对对。